胡静自嫁入豪门后，婚姻生活似乎一直不被外界看好。今年4月底，胡静在复出后主演的首部电视剧发布会上憔悴出席，更现场洒泪，并委屈自曝是因为和老公朱兆翔吵架了。此后关于胡静婚变、豪门梦碎的传闻一直未断。而在14日凌晨，正在赶拍新戏的胡静不忘在生日之际透过微博大晒幸福，首次秀出一家三口的亲密合照。胡静与老公朱兆翔一左一右相拥而坐，三人温暖的笑容就让人感受到平静的幸福。胡静还感谢一直陪伴自己的家人和朋友，因为你们我很快乐，一直很快乐，让我们一起狠狠快乐下去，力破此前盛传的婚变阴云。